杜丽莎弹走音沙，唔识唱歌。哇！一落旺角搞签名会，几虚撼啊！你做呢集等咗五个钟头啊！你识嘢啊？人哋唱加班，梗系多 fans 啦。Teresa 啲徒弟一样咁多 fans 噶。在百德新街的爱侣，面上有种故。就算走音 ，fans 都咁爱。好多年冇嚟啦。几多年啊？起码有三四年噶啦，系啊。因为嗰时候咧，佢俾唔到时间，因为佢哋唔系单止系做歌星，歌星系第一步啦。但入咗嚟嘅时候咧，佢签咁多年，要出去做咁多样嘢，你有冇戏唱歌啊？企得上台咧，唔使一定要识唱歌噶，系咪啊？而家哦，明嘅，阿 sa 系偶像派，唔系实力派嘛。